即将在4月9日首播的《我们的蓝调》是由几个故事组成的多段式剧集，讲述14个角色的人生故事，在充满温暖的济州岛以大海为背景，集结李秉宪、申敏儿、金宇彬、韩志明、车胜元、李真英超多大咖演员共同演出。叶田释出了两版海报，分别坐在阳光下望向不同的方向，似乎在为什么应援加油。搭配海报上的文字，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幸福，充满了活力与温暖的氛围。而许多人关注的亮点还有稳定交往近7年的金宇彬、申敏儿在公开恋情后首次正式同框，虽然海报上的两人中间隔着韩志明，还是让粉丝感到神奇。这次两人首度在同部电视剧演出，但在剧中两人各自有自己的 CP， 申敏儿的搭档为李秉宪，金宇彬则是和韩志明配对，各自和别人谈恋爱也是挺逗趣的，不知道两人会不会对到戏呢？而这部戏也是金宇彬离癌康复后首部回归电视剧的作品，真的是意义重大啊！Thank you.